我怕痰飞出来，算了，不用看了，这儿。嗯，哎，好好好，不用勉强自己。嗯，哎呦，让你怕。大家，大家，我去量铁纳西州。铁纳西州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好，但是相信各位应该可以听出来，我肯定会太兴奋，失去了今天录音的能力。请各位帮我祷告，帮我的喉咙祷告。今天的新闻就是 AI News 暂停一天，明天凤梨家的新闻还是会继续出。希望星期三我的喉咙会好。如果一切正常的话，我们星期三见。